好，欢迎再度收看股市强攻好、哦、那这个盘涨了102点啊，它就是边拉边洗嘛、啊、那所以你不要追高杀低啦、啊、很多做期货的卖指标卖软体的，对不对？上礼拜五有没有跟你讲，哇，开高走低我放空大赚啊，今天呢又变成做多大赚了、嗯、你相信那种指标，相信那种落后的软体啊，或者什么参数有的没有的，光是一个盘整你可能就输到脱裤子了、哦、我只能还是这样劝各位了、哦、所以什么 APP 都一样啦，就是强势股嘛，对不对啊？指标翻红就买嘛，对不对啊？反正停损你自己设好嘛、啊、但是如果碰到盘整盘，你就是东扒一个，对不对？上礼拜五开高走低你放空流仓，哇，这个礼拜对不对开高走高、啊、你又做多流仓，你空单要认赔啊，又要做多、啊、如果明天 又跌下去开低走低咧、啊、你是不是又被扒了两三次、啊、所以真的有时候趋势、啊、我常常讲趋势怎么看，对不对？当然这阵子我一直告诉各位的嘛，第一个你看中国大陆真的人家够强嘛，为什么？因为这几年他没涨到，对不对？他解封了嘛、啊、解封了照理说他就是要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依靠啦。你说俄乌战争会打到什么阶段？我不知道，没有人知道，只有拜登跟普丁他们可以瞧嘛，对不对、哦、只有拜登跟普丁可以瞧嘛、啊、但是你至少说你可以看得到中国大陆这几年没涨、啊哦、中国大陆这几年的股市没涨，你看到对不对？从这边的一个104年的高点，去年前年全球股市你看、不管是好了这个日本股市也创历史新高，对不对？韩国股市也都创了历史新高、哦、什么新加坡，对不对？新加坡比较没有、哦、但是你说像什么，对不对？来再来，印尼也创了历史新高过，对不对、哦、越南你看哇都大涨都创历史新高了、哦、印度好像也是嘛，对0.019印度，对不对？印度哇、哦、都创历史新高，而、啊、只有中国大陆股市还趴在这边，不合理嘛。哦、甚至我前阵子跟各位报告的，有没有连这个欧洲啊，欧洲的道琼，对不对？欧洲的道琼，哎，哦，欧洲的道琼指道琼五十嘛，啊、哦，对不对？哎，都快创历史新高了呢。这上礼拜五涨到多少？涨到3878呢，涨到3878点，离前年的高点历史新高4011没差多少嘞，对不对？没差多少嘞。所以这是欧洲的道琼指数、欸哦、道琼五十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说今年理论上啦、哦、只要俄乌战争没有特殊的奇怪的更大的利空、啊哦、理论上你说还是做多了、哦、还是做多了、哦、那再来台北股市还要再看什么，就看一个台积电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台积电占权重最大的，你只要看得懂台积电，其实你做看大盘就不会差到哪里。所以为什么我常跟各位解大盘，对不对？而且都是领先的预告给各位，比你的卖软体的卖指标的、哦、讲一大堆有的没有的老师准太多了吧。对，我不敢说我是神每次都对，但是至少我跟你抓的大方向都是对。所以真的这个盘就这样了啊，年后应该就是中小型股票会比较强啊，甚至有些股票嘎空的嘎上去啊，会嘎空嘎上去啊，所以就好好把握这边。你说明天老师会明天会不会涨，我来怎样，我又不是神，你问你的指标软体老师好了，他们比较神的啊，对不对？我只能告诉你说明天就是有些股票大概卖压都差不多了啦啊，你说最近这个盘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最近这个盘创高，但是呢，有没有龙券是有补一些的啊、哦？龙券是有补一些，很多被嘎空嘎到受不了了啊、哦，开始要认赔，有补一些。但是你看融资减得更夸张，啊、哦，你看融资有没有？哎，那最近你看这几天融资天天减了啊、哦，天天减，大盘涨也减，大盘对不对？开高走低也减。代表什么？代表说主力大部分都休假，为的是什么？为的就等过年后，过年后，所以中小型的股票过年后会比较强，
啊，这边当然就是要把握的了啊，反正过年前就先让台积电表演嘛，对不对啊？先让台积电表演啊，那过年后就看中小型的股票的表演啊，所以过年后应该做股票会更凶悍啊，会更凶悍一点啊。那当然，你说生技股啊，对不对？今天合一反弹啊，这个力道还可以的啊，还可以，但是大家也当然也知道了。啊，接下来合一，他当然在等什么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合一在等什么？中国的药证嘛，啊，中国的药证啊，中国药证啊，北美的授权嘛，啊，北美授权嘛，啊，然后接下来呢，说新加坡药证，我是觉得比较小了，比较小利多了啊，欧洲的医材嘛，啊。欧洲的医材嘛，啊，这个也是，对不对？再来，你说还比较好的什么 SNS 八一二嘛，啊，八一二等等嘛，啊。接下来合一的大戏是在这边嘛，啊，那过年期间嘛，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？这就很重要了嘛，这些东西就很重要，尤其是这个东西嘛，啊，这个东西是重中之重啊，中国的药证啊，这边啊，中国药证绝对是最重要的嘛。也是对合一短线的股价的影响强弱影响最大的，好，影响最大的。我想这老同学都很清楚啦，做合一的老同学都很清楚。那当然这几天我也是多方的收集很多的重要的资讯，那我想我也跟我的今天早上也都跟我的会员报告过了，也都跟我会员报告过了。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做最好的准备啦，啊，做最好的准备，因为毕竟啊，这些短线上它有可能就是三种走势啊，我不会跟你画合一的什么 K 线啊，有的没有的，对，我想你在合一做久了，你什么 K 线指标参数啊，画什么线的都错嘛，对不对？啊，生技股不是画线的，生技股其实他就是讲难听一点，消息面是很重要的嘛，对不对？前几天我看到一个什么网络上号称 K 线之神的啊，在讲美食，对不对？他说这边美食是空哦，他在这边说美食要放空哦，二三几吧。他今天美食呢，二四四，号称什么网络 K 线之神，因为我心里就是。在那边笑打 OS， 那 K， 你生技股用 K 线也垮，对不对？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啊，这生技股就是内资主力在做的啊，都是内资主力的啊。那公司派当然也是要很强，对不对？啊，当然要很强。那你说那美食，它为什么今天会比较凶？它券资比就比较高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它融券三千多张嘛。是不是啊？龙券你不补，你可能就被修理。所以你说你在这边看 K 线，然后哇，说美食要放空，啊，听他的话砍在225了，啊，今天244了，啊，怎么办？哦，所以我常讲，这 K 一根 K 线不代表什么，甚至一个形态，它也不一定能代表什么。你还要搭配基本面，还要搭配筹码，还要搭配量。对不对？我讲的都很客观，就像我做合一那么久，我也都很客观。对合一，它有它的价值，啊，有达人说多少，有人说一千，有人说我不管 anyway， 啊，放空的说什么两百、一百，随便，对不对？随便，它有它的价值。什么地方是合理，什么地方不合理？就算跌到1715几170，全中华民国也只有我在讲，跌到这边也只有我在讲，哪一个老师在讲？每个都阿里不打，每个都来蹭，涨的时候就天天赚，但是我也告诉你了，你不是我会员，很抱歉，我也不会讲，真的我不会讲，这是我。这一年多以来的体会，一年多两年的体会，对不对？当然有些网络的达人也不错啦，
哦，你说那个什么 DA 医生真的不错，人家是医生的专业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说像那个三狗大，哎，他真的写的文章也写得非常的漂亮，赞，资料也收集得很好，啊，但是你说市场派有市场派的看法，对不对？那甚至你说合一的中国药证，啊，中国的药证，那当然重中之重啊，谁有把握？谁能确定？对不对？我讲得很白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很多事情我们都要去设想，尤其是我带会员手中那么多的合一，手中那么多的合一，当然我一定要去设想任何的 scenery， 任何的情境，甚至你说要在哪边卖，对不对？当然你都要去设想，绝对不能每天在吹牛，每天做合一都赚，怎么画个线，怎么讲个 K 线，这搞就好了，对不？这搞大家都好呀，每个都蛮好呀。上礼拜五开高放空棋子大赚，今天呢棋子一开盘，我就做多大赚，好厉害啊，对不对？或者合一哇，170买，300卖，对不对？200买哦，300再卖。啊，现在220、230在买，真的，鼓鼓掌，真的为这些人鼓鼓掌。你可以做到这么胡烂，我也是蛮厉害的了啊，对不对？当然，玩合一本来就是要玩大的，这绝对是的啊。买的多，如果大陆要证过了，对不对？授权也出来了，那一定是赔。喷到天上去嘛，对不对？我想这不用我讲，应该小朋友也知道吧，对不对？啊，那大陆药证过了，啊，授权也出来了，它绝对是喷到天上去的嘛。300便宜吗？300贵吗？300便宜啦，那400呢？可能也便宜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是呢，如果说大陆药证，是不是？有一点 trouble 啊，对不对？他接下来会怎么走？你就是去想啊，你要去想。当然，我们都希望哦，合一会很好，对不对？大陆药证非常的好，这绝对的啊，这我比你们更希望，对不对？啊，绝对是我比我的会员都一样，每个有合一都希望，除了放空的以外。放空的那是他们家的事情了，那我们没有办法，他们喜欢放空就让他们放空了，但是我真的啦，做股票放空讨不到什么便宜啦，尤其是在一个好的公司或者说长线看好的公司身上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些放空创意的，就像创意最近跌下来，放空创意的也是赔吧，对不对？大部分都放空在这里，对不对？这边就开始就1000多张，到了这边呢，对不对？1000多张都不补啊，不补你就怎么办？啊，如果被嘎上去了，对不对？什么6643的 M31也是一样嘛，这些都空单都被嘎住了嘛，甚至更好笑是连这个高利哇，就是在咬空单嘛，这没有人敢玩呐，就是一些短线主力在那边修理空单，因为空单太多，6000多张嘛。等他嘎完空再说吧，就是这样啊，嘎完空就可能会像这个一样啊，嘎完空呢就杀多了啊，因为每档股票是不一样的。那合一当然呢，你说融券是不多的啊，借券是蛮多的，那当然借券当然有些也是大鱼在做的啊，那您。人家有钱嘛，对不对？人家有钱有票嘛，所以你说你要嘎他们也很难啊，所以除非像上次那样的啊，上次当然是有些比较杂卷嘛，被嘎到了啊，被嘎到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这边就是我会跟你讲了啊，我个人这几天的思考啊，经过我个人这几天思考，会有三种走势的啊，应该会有三种走势。那当然，这三种走势的应对的方法，我都有去想，
当然我都有跟我的会员报告，所以如果说你有合一的，你也很关心的，都欢迎你跟着我们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。那当然你觉得你 OK， 那你就自己做，对不对？你相信一些看涨说涨的人你就去了，我真的也只能祝福嘛，对不对？因为毕竟这种东西就像大陆要政也不是我们能决定的，是不是？很多东西新药就是这样，新药辛苦的地方就在这边，他要申请药证要经过了很长的时间，大陆也撑了那么久，对不对？给你按个暂停键，对不对？当然有些都是有些特别的意义的，特别的意义。所以这边就是你自己去做规划的，如果你不是我的会员，你自己去做规划，对不对？那当然你说合一当然还有其他的价值嘛，但是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，短线上你说这个大陆药证绝对是重中之重啊，绝对是重中之重啊，绝对是重中之重。所以短线上就是如果大陆药证过了，对不对？那如果医材也确定授权也出来了，当然喷了啦，对不对？如果大陆药证有 trouble， 那可能就是他来个回马枪嘛，对不对？来个回马枪嘛，是不是？所以那再接下来或者说医材过了先授权出来先涨了但是呢，又出现一个回马枪，也不一定哦，不一定哦。我不预设任何立场，我不会跟你画个线，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，我也不会跟你拿个指标软体，天天在那边吹牛、吹参数，但是他的规划或者说他的资讯，我都尽量去研判，我只能说研判，那当然跟我的会员报告，对不对？把我的研判给我的会员做个一个进出的依据，我认为这样是最好的安排了，最好的安排，因为毕竟，对不对？这个很多事情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，我们只是都是小朋友嘛，我们只是一个股市的操作者而已，对不对？当然我们希望一切顺利，一切 OK 合一过年。期间利多齐发，哇，阿弥陀佛喽，对不？半空的睡不着了啊，半空的睡不着，那最好嘛，对不对啊？当然，如果说万一有出现一点东西，当然我们还是，我们有我们的应对的方式啦。我说我们有我们应对的方式，就像你说，对不对？资金有些资金可以用在，对不对？低档的股票嘛。或者同样的，你说像合一第三，最近也蛮强的，也快创高了。我说接下来你说过年后，我讲实在话啦，如果说合一喷出去了，拿到大陆药证喷出去了，对不对？我也会卖哦，不要傻傻的哦，我不是傻傻的就抱着喽，因为那时候价格就比较好喽，对不对？那时候价格好多了，当然我一定会卖的。我一定会做调节的，那当然退出的资金，我来买其他的股票，一定是很凶的。我只能跟你讲，那时候就绝对是很凶的，对不对？那时候下去就是涨停了，因为现在很多电子股都低档，现在很多电子股都低档，那进去一定是涨停板。所以我有我的规划啦，那当然。我们最希望就是合一能够顺顺利利的也能够顺顺利利的。当然每一段的规划，每一段规划的做法不一样嘛，对不对？当然你说为什么要撑那么久，当然就是为了大陆药证，很简单嘛，300块贵嘛，大陆药证过了300块贵嘛，不贵啊，300块真的还便宜，对不对？476，说不定就过去了。大陆药证、美国医材，476，说不定就过去。我讲这样合理吧？我不会跟你讲什么虎烂话，很多人都跟你讲虎烂话，但是我不会，因为我带会员，尤其是我会员的手中的合一那么多，对不对？我一定要做最好的安排。但是如果说
出了一点变数，当然了、啊，那又是不一样的操作的策略。所以这几天哎、欸，我也想了很多的，想了一些的方式，想了很多的情景啊。那当然，啊，网络上反正很多人嘛，要酸的尽量酸了、啊，我也无所谓啊，对不对？啊，那这个我都看开了啦。说实在的，对不对？那时候要拿到台湾药证之前，170几吧，对不对？也只有我在讲，我涨到316，也没有人会感谢我，不会的，对不对？网络的酸民都很多，啊，这边要轧空，大概170、180要轧空，我200跟你讲，对不对？大概210跟你讲，涨到338，还是网络还是一堆酸民嘛，对不对？涨到338。所以我说这次我学得很乖哦，很抱歉啊，对，也是为了我会员的权益啊，对不对？你说在合一讲难听一点，一天的价差早就超过很多会费，有些人早就超过很多会费，但是为了什么？为什么那么辛苦要做合一？就是为了大的东西，就是为了大的东西。当然，我一定要去收集啊，去得到最正确的资讯，不能随便讲、随便乱讲什么指标参数，对不对？什么 K 线、怎么画线，那都随便乱讲啊。那如果你觉得这样操作会比较好，你就去啊。我只能这样讲。但是因为股票它不是看 K， 只看个一个 K 线怎么画线或者指标软体啊。指标软体，对不对？那今天大上礼拜大盘跌，每个都要放空啊。啊，今天大盘涨，每个都做多啊，是不是这样？你的老师是不是这样？对不对？我想你买一堆指标软体的，应该自己都很清楚。哦，你老师，上礼拜我放空啊，今天来做多。啊，到底是要做多还是放空啊？不知道。反正他都对嘛，指标软体都对，因为拿事后的都对。啊，事后的当然都对，我也会讲啊，每个人都蛮会讲，要吹牛每个都会吹牛，啊，但是我不想啊，我不想这样做了，我们实事求是嘛，对不对？就像说你说合一万一哎成功了，对不对？退出来的钱，当然我买其他的股票，我那涨停板太简单了，又多赚，一直持续的赚，差距又拉开，财富又拉开啊。如果不如预期，当然。我有我的方式，啊，从别的股票补回来，你了解我的意思，也是一样的状况，啊，也是一样的状况，所以有三种走势啦，啊，我只能告诉你，如果说大陆要证过了，对不对？当然 happy 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授权金也拿到了，哦，就是涨上去 happy 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大陆要证啊，哎，有点波折，对不对？那你就要比较小心一点哦，对不对？可能就会有回马枪喽，对不对？所以三种走势，那在我的心里，我已经这两天我都想得很清楚啊。当然我已经有做一些准备了，我也跟我的会员沟通，那当然也请我的会员也不用去，我们都不要去讲，真的不要去讲，因为这种东西，对不对？没有必要，我们都是要做最好的准备，最好的安排。做股票就是这样，就像说你说买长线的股票，当然短线不动，对不对？但是你也要去做准备啊，什么时候要，对不对？哎，发动一下啊，或者时机来的时候，好好的大干他一场。你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啊，因为都是一个时跟势。比方说，你说最近对不对？一定很多人都跟你讲稳茂嘛，对不对？因为最近稳茂涨得比较凶嘛。但是这种股票，它就是在轧空嘛，跌升反弹的轧空嘛。啊，当然做空的倒霉嘛，你不要做空就好了。啊，你说轧空要轧到哪里？这就不一定了，你也不能乱追啊。就像前阵子我跟你讲，我们做一些短啊，有钱的，对不对？就是玩一下瑞鼎，但是你看，当我们出了之后，你看它也不太强。因为它的空单比较少，而驱动 IC 的反弹本来就是会比较弱，
看个股的筹码面啊，所以每档股票它的时机点、筹码面这些掌握都不一样啊。生技有生技的一个美感，对不对？哦，不是说像 K 线大师、K 线之神，你一家公美食看空，啊，那砍在这边呢，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了。哦，相信的就去相信吧。股票这么好看，一根 K 线，几个形态就懂了。我也是醉的了，我讲难听的，我真的是醉的了啊！都是媒体炒作出来的嘛，很多人都是包装出来，啊，你自己去体会的，好不好？啊，那当然有合一的啊，信任我的啊，想知道更好的资讯的，都欢迎你加入我的行列啊，把电话拨通，我们一起来研究了啊，我们一起来研究，好不好？一起来面对接下来合一的走势啊，把电话拨通啊，那当然。接下来可能就是很有趣，哦，那也是会很辛苦，哦，那我们一起来加油，也祝各位操作顺利，赚大钱，明天再会，拜拜。本投顾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股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